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城市论坛》，我是苏敬恒。流感肆虐香港，成人加小朋友的严重流感个案已经破了200大关了，超过80人死亡，庆幸当中没有小朋友的。不过儿童严重流感个案都有十几宗，其中两个小朋友就危殆。初步调查显示，两个小朋友都没有打流感疫苗的。流感在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就擴散，政府早前就用四日三爆發做停課的指標，但形勢急轉直下，這個星期受影響的幼稚園和幼兒中心就由不夠200間就上升到近400間，佔整體大約四成。政府隨即宣布所有幼稚園昨日起提早放假，減少幼兒交叉感染的機會，另外都是希望可以舒緩到公立醫院尤其是兒童病房的壓力。投入這個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就繼續好像往年一樣逼爆，前線醫護承受巨大的壓力。護士上星期鬧爆之後，昨天到醫生谷爆，你認為有什麼辦法可以短期可以增加到醫護的人手，改善年復一年公立醫院超負荷這個狀態呢？停課又應該有什麼準則呢？你又贊不贊成到校打針是推廣到幼稚園呢？今天的題目就是流感高峰醫護捱義氣，幼童停課打針論道理。今天有四位台上嘉賓，分別是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儀。各位好，我是陳佩儀醫生。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事劉海文。各位早晨，我是前線註冊護士。好，另外還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各位好。還有立法會議員陳海欣。大家好。現場還有很多年輕人在這裡，包括是來自伊麗莎白中學舊生活中學的同學，寶良谷第一張永慶中學的同學，豐彩中學的同學，以及舊世軍新界西綜合服務的年輕朋友。好，歡迎大家。昨天就政府啦，同埋呢個醫管局高層就見咗一啲前線嘅醫生啊，咁我知道阿陳佩儀醫生都有份去嗰個會面啦嚇，咁啊之後咧就政府出嚟嘅説法啦，同埋呢個醫管局嗰方面咧就話有呢個舊年12月政府嘅5億撥款已經分發到各醫院啦，咁啊叫大家咧就放心用，唔使慳住使咁樣樣啦，咁啊政府都話會解決呢個人手嘅問題，不如問阿陳佩儀醫生啦嚇，即係而家公立醫院病房逼爆啦，同埋劉海文啦嚇，兩位醫護嘅人員，點樣可以解決到咧？即係逼爆呢個問題已經係年復一年㗎啦。咁今年又係咁樣樣喎，有咩辦法可以短期有冇辦法可以解決到咧？其實我自己做咗18年醫生，18年都喺內科病房做。咁咧，我不嬲以為我認命嘅，我自己認命以為啊，做內科病房應該辛苦，應該逼爆，應該要快補牀。其實直至今年，其實直至如果立法會議員今年特登去抄了30年的數據、30年的年報和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去找回點解我哋好似年年都唔夠床，年年都唔夠床咧？咁我俾我發覺到咧係沙士之後，我哋曾經試過有29000張床嘅沙士年代之前，我哋29000張床，因為沙士我哋個病床的要求高咗，要隔離病房。跟住咧，喺短短兩三年間咧，我減到變翻26000張牀，即係減咗2000多張牀。咁然後咧，然後好辛苦地每年加100、200咁樣咧，到舊年嘅數字咧，去翻28000嘅啫。即係我哋都仲未去翻沙士年前嘅牀位數目。咁所以你問我，我終於明白點解好似成日都唔夠牀，根本就冇牀收人。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我睇翻喺1999年起咗將軍澳醫院之後，到下一次起一個咁嘅綜合醫院咧，其實就係天水圍2017年，即係期間有10多年冇起個醫院。喂，你唔起醫院，你減床，然後繼而話我點解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哋喺裏邊做咧，我哋就無限咁收人，我哋不斷加床喺個走廊加，點樣諗辦法幫你收人？咁但係問題就係，當政策有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搞唔掂嘅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政策嘅問題嚟嘅呢個係。咁所以咧，其實而家呢刻話，其實多謝上屆政府係開始起新醫院。但一講起新醫院係應該10年後嘅事，呢一刻係即時要處理呢個問題嘅。但係我自己睇，其實又唔係冇牀喎，醫管局係有28000張牀喎，點解攞幾百張牀出嚟都咁困難呢？呢個真係要諗清楚。但係擠迫嗰個問題點解決呢？因為個環境唔理想都對病人唔好噶嘛。簡單講啦，其實每年嗱頭先主持都講，其實每年都有流感高峰期。每年都出現嘅，而每年都係局部時間，講緊年頭4至6個禮拜嘅啫。其他時間咧，我哋係
即比較正常運作嘅。咁你諗下點樣喺局部時間四至六個禮拜，同埋呢四至六個禮拜咧，淨係局部嘅地方嘅啫。啲局部地方包括內科病房、兒科病房同埋急症室，係三大地方。即好似局部雷雨咁樣，你唔係全香港水浸啊嘛。嗱，呢個問題就要我覺得係有得處理嘅。而點樣處理咧？個答案就係、是、你我就話我哋有期我哋有。醫管局有28000張牀，有70000個員工，6000個醫生。你成日攞講嚟講去爭幾百張牀。我例如我喺兒科病房，我點樣加50個醫生落去，100個醫生落去，我有6000個醫生，我點會加唔到啫？個問題係佢調配，佢唔肯調配，又或者佢唔肯喺個流感高峰期前去做定一啲嘢，清空一啲嘅情況，叫停一啲嘅嘢。咁你咪做到咯？我而家好簡單。其實沙士，我哋沙士都搞得掂，大埔車禍搞得掂。任何大型的事故我們都認得到，為什麼流感高峰期不去做呢？這個就是我正正就是想說的一件事。劉凱文覺得由護士的角度看，怎麼可以解決到？其實護士在那個公立醫院的工作環境非常不理想的，病床非常擠迫，我們醫管局的感染控制指引就是要求我們有三尺的間距，但基本上我可以肯定告訴大家是不可能做到的，可以握手位的，跟你旁邊那張床握到手的。而我哋聽到一啲數據咧，就係話佢加咗好多牀，臨時牀嚟嘅，話呢個短中長期嘅措施都係話要加牀啦。咁但係你加完啲牀冇用嘅喎，我哋嘅人手咧從來都冇加過嘅，即係話一個病房係咁多，個規劃咧就有40張牀，咁但係加牀可能加到50幾張，甚至最嚴重可能加到60張嘅內科病房。咁而家流感高峰期，咁啊冇人理精神科病房啦，佢收症病房可以收到70張牀嘅。但人手從來沒有加過，我們基本上的工作壓力非常沉重，而我們照顧病人的時間是相對減少，沒有辦法每一個病人都很平均地照顧到他。而且除此之外，醫管局其實有一個缺乏一個管治的視野，他從來都沒有跟我們說過制定 人手的比例的。根據國際的護士對病人比例是1:6-8，但我可以告訴你，香港的指標是遠遠超過這個水平的，1:10幾，甚至1:20，只是在我們回下午間或者回早間的期間，如果回通宵間、拉間的時間可能1:20多，這個完全是令到病人置於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以及令到護士和所有前線的人員疲於奔命的。我個人的建議就是要去制定人手的政策，以及雖然他現在短期的措施說會增加個特別酬金計劃的人工，但其實都是怎麼說呢，沒辦法舒緩到。基本上你當我們人工是200元，你加 10% 就220元，那我寧願要放假了。我寧願要放假，因為基本上如果我們在一個這麼疲倦的身體去支撐，以及這麼惡劣的工作環境去工作，其實對病人、對前線的同事都不會是理想，絕對是。好，問一句，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柏賢就說考慮使用復康醫院病床和設施，又說即剛才我說了，去年12月已經撥款5億了，你覺得即5億有冇用咧？或者使用復康醫院病床設施呢個幫唔幫到手？有啲用，但係你留意，大家留意咧，陳海欣都知道。例如你話去北大嶼山醫院咁啦，例如我叫病人打個比喻，我喺觀塘嘅病人要揾張牀俾佢，我叫佢復康醫院，或者甚至乎喂，不如去北大嶼山啦。我係聽個家屬同埋個病人一定投訴，投訴完我嘅工作本來15分鐘幫佢處理到個病，但係結果用1小時去處理個投訴。那個問題咧，唔係淨係我哋唔係話淨係放啲人落去趕啲病人出院嘅，即係我而家問題咧，我見到個社會討論就係、是，喂加啲人落去趕，即係等啲病人出早啲出院啦，去復康病房、去私家醫院啦。但係你過程當中，你而家好似我覺得係好趕緊人走，但係我覺得個態度唔啱嘅，個病人係需要喺醫院度治療噶嘛。嗰五億咧，嗰五億覺得有冇用啊？上年個冬季流感咧，醫管局其中有一個短期措施就係、是希望將啲病人咧就病情比較穩定嘅就去呢個私家醫院嗰度繼續延續治理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政策咧係冇成效嘅。咁但係佢當然對外唔會話俾你聽，我而家諗咗呢啲嘢啦。咁但係其實咧就冇成效嘅。佢基本上咧就將嗰啲中層管理咧就喺度捽數，就叫你咧每日咧其實咧都要叫啲病人咧轉去呢個法國醫院啊咁樣。但係實嗰啲病人咧基本上咧嗰個病情已經係康復到好到其實佢已經出院啦。咁有乜需要咁勞民傷財浪費公帑將佢哋轉去呢個私家醫院咧？同埋咧將佢哋轉去私家醫院咧，對於病人嚟講咧係好疲於奔命，同埋要去捱呢啲舟車勞頓啦。
同埋喺護士嘅層面咧，亦都要做好多安排、好多行政嘅工作嘅。呢樣咧絕對唔理想嘅。同埋，既然個病人已經去到康復嘅狀況啦，咁如果仲將佢轉介到去私家醫院嘅話，係冇必要嘅，絕對係係延長住院個時間係冇需要嘅。好，同我兩位前線嘅傾咗一陣，不如同阿陳海欣傾下啦，係啦。咁啊，兩位前線嘅就覺得咁樣，你有啲咩計仔可以俾到醫管局或者政府咁樣？我係想講翻咧，頭先啊陳佩儀醫生講嗰個問題，其實咧呢、這個問題就正正係十幾年前一啲嘅決定嘅一個後遺症嚟。因為而家我哋都聽到陳佩儀同阿劉海文都講，係個人手咧嗱調配同埋人手唔夠，正正就係十幾年前政府因為經濟嘅狀況係減咗醫科生，亦都減咗學護嘅學生嘅數目。咁當其時係唔會有即時嘅後果嘅。而家咧其實而家呢一刻咧嘅醫護人員係承受緊咧十幾年前因為政府的決定，因為當時話經濟環境不好，又或者冇需要咁多啊，以前啊醫管局亦都曾經請唔曬啲醫生嘅，當其時就 cut 咗。咁就變成咧係今日呢一個惡果咯。第一，第二咧，大家應該知道一樣嘢，就係我哋香港嘅人口老化真係越嚟越嚴重，而且咧年紀亦係越嚟越長。咁所以留院嘅病人亦都係個時間比較長。咁所以咧，聽完兩位專業嘅人士傾完咧，我覺得咧，除咗係醫生同護士谷爆之外咧，我諗我要代表翻咧病人要出聲，因為其實呢一個亦都係最大嘅受害人，就係啲病人，因為佢哋真係咧，我睇到佢哋嗰啲病床咧，真係無論洗手盆底係嘛，無論係電視機底，即係總之有位佢就塞咗入去嘅。咁所以其實最大要接受治療嗰啲病人係最受害嘅。咁你話而家有啲咩即時嘅方法？咁我頭先都有即係我自己之前都有諗，其實我自己係覺得有從三方面嘅。第一咧就係要點樣預防，第二係分流，第三係人手。咁預防我哋陣間可以後期先講啦，即係可以講流感針啦。咁嗰個分流啦，頭先咧阿劉海文都講，其實原來我而家聽到就係話啊，差唔多好嗰啲病人先係轉去出去私家。但係其實係咪所有流感嘅病人需要第一時間湧去急症室咧？政府有冇啲誘因，或者係可以吸引到啲病人咧，係轉移到去可以應付的私家診所或者私家醫院的門診？你正正看到的，譬如當我舉例深水埗或者九龍城，如果真的夜晚發燒，其實很多時候病人是沒得選擇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剛才都專門上網看看那些私家醫生的醫院的夜診的診金呢，是比日間夜晚八點後至到第二朝的八點那個的診金，只是診金未計醫藥費呢，是比日間的診金是 double。你再計埋醫藥費嘅話，可能700-800咧，先可以睇到個症。如果你係普通市民，你又要睇住啲銀包，你會去邊度啊？你一定湧去急症室。咁你點解決呢？就係、是、喂，政府而家如果有錢嘅話，係咪可以喺特事喺特別嘅情況，流感咁高峰期嘅話，其中一樣係咪可以俾啲津貼或者流感嘅券，係可以吸引到部分嘅病人轉去門診去睇，唔使一有病即刻湧入去。第二咧就係聽翻我哋嘅專業人員、醫生同護士點樣幫我哋減輕我哋行政嘅工作，唔係淨係好似佢哋咁講話開會。處理文件，放翻啲人手落嚟去病房度，同時係咪可以即時調配？我頭先聽陳佩儀都講啦，佢哋其實人手係有喺度，但係點樣去調啊？點樣去調啲位啊？咁呢個我諗啊，醫管局可能要即刻要同翻前線人員去傾一傾嗰個調配問題。好，頭先阿陳海欣提到嗰、那個即係類似流感券嗰個建議啦，但係有啲人就會質疑，好似就益咗嗰啲私家診所、私家醫院咁樣，咁咪再收貴啲咯？佢你俾流感券，佢咪再收貴啲啫嘛？其實你諗下客觀狀況就係其實有我同意後，你可以諗下流感券啦，但係你諗下醫療券。醫療券咧最大筆就係去配太陽眼鏡同埋花膠。你有流感時候啊，揾啲花膠啦。咁啊，你問我而家係現實嘅情況係咁，亦都冇辦法去執行嗰個情況。咁而家個問題就係你有醫療券㗎，你其實可以用嗰樣嘢去睇夜診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正正就係有啲人係有心去呃啲老人家。不過因為嗰個醫療券個使用方法唔同，因為醫療券嗰係一個電子嘅，嗰啲公公婆婆咧係去到咧將個身份證 number 講咗俾嗰個服務提供者咧，佢一見到你，咦你仲有錢剩喎咁樣。但係如果佢第一時間係去咗私家去睇嘅話，我相信咧佢亦都可以幫助到。同埋你諗下2000蚊，我頭先都講啦，你睇一次醫生可能都已經1000蚊嘅啦。其實你可以分流嘅作用未必好大。我哋有機會再講講呢個醫療券啊，而家都檢討緊啊，不如同阿許教授。教授講講啦，許教授，而家你觀察即係醫院嗰個狀況，你點樣形容咧嚇？你覺得對病人嗰個保障係點樣樣？我喺威爾斯都有參與臨床服務嘅，我一半時間都係睇臨床。咁而家啲病房40張牀嘅加到50幾嘅啦，間間都咁加咗係冇收翻。
咁同埋我亦都要強調咧，就係、是、其實流感高峰期未嚟咧，好多大型醫院其實全年都爆嘅。咁主要就係人口老化呢個問題咯。咁好多長者入咗院咧，佢有多種病咧，係唔係短時間可以出到去？咁變咗嗰個病床嗰個輪轉係慢咗。流感只不過係令到個問題惡化咗。咁加上陳海欣都提過，就係你減個醫學生同埋護士嗰個受訓個人數，咁而家慢慢加翻，但係呢班人又要讀一段時間，同慢慢累積經驗，咁係有排都追唔到嗰個人手。咁短期措施就唯一就係加床啦，管理層梗係最簡單。咁另外就係我覺得就係你而家都係要主要靠現成嘅班底咯。咁你唯有就係加翻嗰個津貼啊。譬如以前我喺澳洲工作，佢如果係平時禮拜一至禮拜五，你過咗五點鐘後，你可以係有倍半人工補償。禮拜尾、禮拜六、禮拜日可能係兩倍人工。咁另外就係有啲同事可能係近退休嘅，咁你亦都可以係邀請佢翻嚟，一係佢可以全職繼續工作多幾年，又或者佢如果唔中意全職，可以喺門診幫手。咁而家政府都鼓勵啲市民做到65歲啦。咁而家點解我哋只係俾新入職嘅同事可以做到65？舊嗰班仲要係去面試，先至可以攞到1至2年嘅全職，仲要減咗人工添。咁所以其實佢呢好多嘢可以做到嘅，可以增加個人手。哦，喺人手個方面都想講講啦嚇，即係比較即係好多而家好多政策，包括增加嗰個津貼啦，咁啊同埋啲就話係邀請翻啲可能退咗休嗰啲朋友翻嚟做。咁我諗呢啲都唔係話即係好大爭議。當然有啲人就會覺得你俾錢我都未必會做啊，咁即係錢未必係最有效。咁但係比較大爭議可能就係即係引入一啲外地嘅醫生啦嚇。咁啊都有唔少社評啊，或者唔少即係研究啲公共政策嘅朋友都覺得醫學界係比較專業保護自己利益咁樣喎。陳佩儀醫生覺得有冇咁嘅情況咧？我哋其實咧，而家喺我哋嘅運作裏邊咧，係有外國醫生嘅，不嬲我哋都係同佢合作，同埋亦都係融入咗我哋成個群體裏邊嘅教授都係一樣。咁所以咧，其實冇我哋話係咪保護咧？我只一答咧，我哋係用我哋嘅時間去保護緊我哋嘅病人，我哋照顧緊病人，我哋無限咁樣工作，未無限加床，我哋唔會因為冇床而唔收拒收。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其實我就話。政府冇話俾我哋聽，好老實咁話俾我哋同埋市民聽幾樣嘢。一就係佢個病床度，佢實際上係減咗，亦都冇起醫院十幾年。第二就係其實咧，政府係咪話冇做嘢咧？喺我睇翻呢6-7年間咧，醫生嘅人數咧係淨增長咗800個，我俾多咗800個醫生俾醫管局嘅，我俾咗錢佢俾咗人佢嘅。嗱，雖然地方頭先講係冇加到。但我問題我見到咧，就係我追政府話你唔好隨便有011減之餘咧，我係而家追緊醫管局，喂，我俾咗錢俾咗人你，嗰啲人去咗邊啊？呢個就係正正嘅問題，所以我哋見到呢幾年間咧，你見到啲人去咗邊咧？咪去咗做醫院認證工作、行政、開會，跟住散咗出去啊！而家佢講緊咧話喂，我哋有啲咩辦法去整咧？我哋去社區啦，我社區大佬，我而家病房唔夠人啊！我情拉翻佢翻嚟，喂，你病房唔緊，唔該翻翻病房，喺病房度幫個護士去做，唔該幫手打呢個出院記錄。我成日問下各位高層啊，你對上一次打出院記錄，幫個病人打出院記錄係幾時？我係上個禮拜啱啱呢個禮拜幫人打完。個答案就係咁簡單啫嘛，你落手做就會有人喺裏邊，而唔係將啲諗啲辦法啦，我幫社區啦，幫老人院啦，跟住走曬出去。而家我見到個問題就成全部，我俾啲人去，然後出咗去。但係呢個保護主義係咪有咧？即係而家我睇翻啲數字，就係喺醫管局公立醫院做嘢嘅外地醫生都係得10個咁樣啦。唔係我哋係其實歡迎外地醫生嘅，係只係佢嚟唔考試嚟公立醫院做咧得10個，但係考試嗰啲咧，我哋好多係考咗試喺醫院管理局度工作。不過個問題就係、是。其實外邊的人嚟到呢度咧，我成日覺得好似又叫水土不服啊。點解咁講咧？我哋一個門診喺香港咧，一個門診3小時睇病人咧，係講緊睇30-40症。睇外國咧，一外國嘅醫生3小時嘅門診係睇緊6至8症。咁你嚟到之後發覺，哇！香港點解咁高效率，同埋咁人多擠迫啊？咁我哋嗰個情況係我哋被。政府洗咗腦，覺得啊係喎，應該係咁忙啦咁樣，我就係應該咁逼啦。但實際上唔係嘅，咁所以我覺得係水土不服。而我哋係唔係淨係10幾個，我哋好多外國考咗試嘅醫生喺嗰度工作緊。嗯，好，大家覺得引入外地嘅醫生、醫護人員幫唔幫到手啊？我個人有啲意見咧，就係其實醫管局咧最嗰個弊端咧就係將多兵少，將多兵少係邊方面咧？就係太
其實佢咧嗰個醫管局嘅總部咧，基本上咧個人生係一路咁膨脹嘅。我哋睇翻十年挑戰啦，十年裏面咧醫管局總部嘅人手咧超過咗80%嘅。如果我哋再追溯翻咧，由醫管成立係超過一倍嘅。咁既然喺嗰個醫管局總部嘅人手膨脹得咁厲害嘅話，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個專業知識同埋有豐富臨床經驗嘅醫護人員嚟嘅。如果他們肯落水了或者是新鮮事蹟了，去回前線那裡幫忙， 我不要說很多，一個月只是說看一節的門診，他們除了幫輕了那一節的門診，還可以有一個帶頭的作用，鼓勵真的，這些才是真正鼓勵前線的士氣，不是在浪費錢去拍片或者浪費時間不務正業去拍片。除此之外，醫管局的管治真的非常之有問題的，絕對是，因為佢哋咧從來咧都冇理過前線嘅死活，淨係加好多行政位，前線人員咧就冇嘅，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千手觀音都做唔曬嘅。我哋啲前線，就算你 SHS 即係特別酬金計劃，有啲病房咧，嗰啲中層管理咧就喺度設限嘅，即係例如話翻完做咧就唔可以加鐘嘅，或者翻晏之前又唔可以加嘅。呢其實有前線的護士，尤其是九龍東聯網就跟我投訴了，就說有這些設限令到他們，就算他們想拋個身出來幫病房舒緩前線的人手壓力都不行，因為中層管理不讓。是的，是明白。劉凱文就建議即可能叫一些高層出來幫忙落水，兩位覺得有沒有辦法，這個是不是很可行的辦法？剛才都提過那些臨床或者近退休那些，如果你可以讓他做多幾年，他們很有經驗，一定對臨床服務是有幫助的。至於話想請嗰啲海外畢業嗰啲醫生咧，咁你要改善到嗰個工作環境先吸引到佢哋嚟。我自己都是過來人，我1998年喺澳洲回流嘅，咁當時個環境都冇而家咁惡劣嘅。咁而家你翻到嚟，咁啊阿陳醫生講過，你突然間要睇好多症，同埋係好趕嘅。譬如而家門診，我哋以前如果好彩係6點前可以完啦，而家好多時係7點，7點仲要之後仲要有同事仲要上去巡房。即係搞到好夜先放工咯，咁對嗰啲海外醫生，就算佢係考到試嘅話，都唔係好大吸引力。好啊，陳海欣覺得咧。嗱，其實咧，我諗要講翻清楚而家請海外醫生個制度，因為咧，我諗普遍市民咧對呢樣嘢太清楚。最重要係引入海外醫生嘅其中一樣咧，我哋一定要保持到呢個醫生嘅水平，唔可以係降低嘅。正如頭先我哋喺度討論到，就係咧唔係免試打開對門，任何話喺其他地方做完個醫生可以入嚟香港繼續掛牌，其實唔係嘅。而家香港咧係有海外醫生係經一個叫做有限度註冊，所講嘅有限度註冊咧就係佢淨係只可以喺醫管局裡面執業，就唔係喺私家嗰度去執業嘅。咁所以咧嗰啲海外嘅醫生點解會請嚟呢？但係好得意㗎，唔係醫管局嘅管理層去決定。我而家發現內科病房，而係醫委會決定，係由醫生嘅自己專科決定。譬如我外科唔夠啦，我舉手，我要請海外醫生；婦科唔夠，好係啦。我哋時間有限啦，我哋陣間再俾阿陳海欣繼續講講啊。好，歡迎翻嚟第二節城市論壇。今日我哋講講咧係冬季流感蔓延嘅問題啊。頭先講到係咪引入一啲外地嘅醫生嚟香港執業啦，尤其公立醫院啦。咁啊，陳海欣係咪都贊成呢、這個有限度輸入呢個咁樣嘅做法咧？首先第一樣嘢咧，而家人手不足，最受影響嘅係除咗醫護人員之外，頭先我講係病人嗰個接受醫療嗰服務水平可能有機會受到影響。聽到阿劉海文佢哋咁講話，一個護士可能要照顧20-30個病人，其實佢哋壓力下，尤其是有時都唔係想可能犯咗少少出錯嘅，變咗佢哋嘅壓力會越嚟越大。咁受害嘅係邊個咧？就除咗醫護人員之外，就係病人啦。咁喺人手裏面，除咗我哋頭先討論過話要調配之外，我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即時加到人手？但係強調一樣嘢，係唔可以影響我哋嘅醫療質素水平。即係話咧，我哋要請嘅醫護人員一定要達到我哋香港個水平。咁現時咧，我知道醫管局用緊嘅方法咧，就以醫生為例，係一個如果請海外醫生，就一個叫有限度註冊。呢個係佢哋係唔需要考香港嗰個執業試，但係只能夠喺醫管局裡面工作，即係話幫公營醫療嘅人手，唔係去咗私家嘅。
咁呢一個咧，其實以往都曾經討論過，但係的確係有咧部分嘅專業人士係反對嘅，覺得啊唔需要係去咁大批去輸入。嗱，我講緊嘅唔係大批輸入，而係喺而家唔夠人手，而我哋加緊醫科生嘅時候，係十年後先有嘅人手。我頭先阿教授都講，我哋都講，就是、我哋曾經 cut 過醫學生，我哋而家加翻啊！即使而家我話俾你聽，加幾多個都好，唔係而家即刻幫到手噶。你諗下，而家有乜嘢人可以即刻嚟幫手呢？咁呢一個係咪大家可以值得討論去考慮？同埋另一樣嘢，我諗要強調咧，因為一講呢樣嘢，就會有人就話：哦，你係咪打開對大門，想輸入啲內地醫生？我覺得呢一個要講得好清楚。醫管局其實亦都有一個責任出嚟話俾人聽，我哋請緊嗰啲係喺海外係執緊業嘅，係有呢一個水平嚟香港嘅。但係咧，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呢個制度咧，唔係由醫管局負責睇人手嘅部門咧去睇究竟，咦？而家係咪時候輸入啊？係調翻轉，係由呢一個專科，譬如婦科、兒科、內科，佢哋自己個科覺得我唔得啦，我舉手啦，嗌救命！醫管局你有冇幫我請啊？嗰陣時先去請嘅。咁其實你見到呢個人手個調配嗰個計劃係咪有少少即係？專業主導咯嚇，佢係啦。究竟如果你唔人手唔夠，佢哋嗌救命之餘，其實醫管局自己去睇佢盤人手嘅數，佢係咪都有個責任去睇咧？我真係覺得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方法，可以舒緩到人手。好，唔該陳海欣，我哋轉一轉個話題啦。頭先都講過啦，我哋今日其中一個話題都係想講講即係兒童流感嗰方面啦。咁啊，而家就停緊課啦嚇。咁啊，今次個停課安排就同之前有啲唔同啦，就係分咗兩階段。頭先講就係話原本係四日三爆發，咁啊之後就越嚟越多啦，咁啊變成全部幼稚園停課。咁啊，大家覺得呢個咁樣嘅停課安排點樣咧？同埋關於嗰個到校打針。嗰、那個計劃係咪擴展到幼稚園咧？究竟係打針好啊，定係用噴鼻式個疫苗好咧？大家點樣睇咧？簡單講啦，一陣就揾阿教授講兩句啦。因為咧，其實年年嘅流感嘅型號都唔同嘅。嗱，今年係集中為見到係好多係幼稚園即係、就是、小朋友嘅情況，咁所以咧先會有哇咁啊有三四百間嘅幼兒園同埋幼稚園。幼兒中心咁樣嘅情況，所以先政府先會諗呢件事。下年我話你聽咧，下年可能佢攻擊嘅即係嗰個受影響嘅群組係唔同嘅，係啦。咁呢個係第一樣。咁而第二樣我哋觀察咧，就係今年開始政府呢兩年開始到校去小學打咧，好明顯小學嘅數目咧，其實係好會有好大嘅分別嘅。咁啊70多間，幼兒中心係講400間，老人院我睇翻老人院咧，安老院舍咧係講10多間嘅啫。咁所以你睇翻。打針有效冇效，你將佢兩邊睇咧，你就知道唔係淨係話要賣廣告話疫苗有效有效有效。咁結果係我哋見到好明顯，如果啱啱嗰只 H1 會影響小朋友嘅，而嗰個爆發喺最主要喺個幼兒中心咯。個停課安排點樣睇咧，陳醫生？我覺得有需要嘅，因為最主要係截斷咗人傳人不斷好大規模嘅傳播，然後嗰刻你停課之後咧，咁你嗰個疫情就會我哋見到舊年嘅經驗咧係。明顯是會跌下來的，但 今次有沒有慢了這樣呢？我們看到去年的經驗之後呢，今年去年因為有可能有死亡個案先很急急地去看，今年我覺得是合適 的，我自己覺得是的。好好，另外幾位許教授，這個停課的、那個、指引呢其實就沒有國際指引的，一般來說衛生署的同事他會看看那個呼吸道樣本陽性比例是否再上升，另外嗰啲又幼稚園、幼兒中心有冇爆發率，有冇繼續上升？兒童入院率，譬如5歲以下或者6至12歲，係咪上升緊？咁上個禮拜係符合到，係仲係上緊。咁所以決定咗今個禮拜六開始停課就係適當嘅。咁睇翻以往2009年豬流感咧，曾經當時6月、7月都停過課，包括埋中學。咁當時係減低咗社區爆發率係25%。咁上年2月嘅停課係提早放假1個星期，我都有份參與嗰個會。咁當時後屘分析咗咧，係廣大高本恩教授同埋阿梁卓偉教授佢哋分析咗，亦都係減低咗社會嗰個社區爆發率係4.2%。所以有啲人咪覺得應該更加即係應該上一個禮拜就應該停課咯，咁咪更加可以減少呢個爆發。如果你睇嗰個入住率就分別唔係好大咯，就譬如啱上個禮拜係10.6，之前嗰個禮拜就9.8，個分別就唔係太大。咁啲衛生署同事佢會睇埋嗰個家長嗰個會唔會應付到啊？
因為你都知道香港很多家長是兩公婆都要翻工嘅。你如果很早就話要去放假，他做不做到呢？咁另外學校嗰度會亦都有影響噶嘛。譬如果你聖誕開始放，咁你一定會減低咗嗰個爆發率㗎。但係個學校同埋家長會唔會承受到咧？呢、這個好多因素。其中一樣嘢就係我就想講咧，嗱你叫人哋停課，啊點解唔早啲停課？叫人做咁係好容易嘅。咁我成日講，嗱醫管局你叫你做，我就話答案咧就係你自己唔該落手做，呢個係最緊要。你打針唔該自己落手打，或者你停一啲嘢，我就話你停開會你自己停。停課一樣，你叫人停課梗係容易啦。咁但係調翻轉，家長或者學校有意見噶嘛？咁呢個係有足夠嘅理據，佢哋先會信服嘅。要平衡好多因素。同埋我嗰個關注會係咧嗱，當然有一啲科學嘅文獻或者數據或者社會現況就係話，早啲停課真係可能可以減少嗰、那個院舍或者學校嗰個爆發啦，或者感染啦。咁但係我非常之關注嘅會係人手啊，究竟有冇咁樣嘅人手？去幫手做呢啲到校嘅注射咧，我非常之抱懷疑嘅，絕對係，因為就算做醫院嘅同事都疲於奔命啦，你邊度揾一啲額外嘅人手去處理呢一啲防疫嘅計劃咧？係啦，呢個係即係唔知人喺邊度咁，但係醫管局咧就有第二啲計劃，就係可能係請中介護士嘅喎，但係中介護士請咗又綁手綁腳嘅喎，喺個住院服務，佢哋唔能夠幫前線嘅同事。打針派藥，因為佢哋冇嗰個登入電子派藥嗰個系統，咁呢啲嘢係咪都可以行政嗰個措施係可以拆牆鬆綁呢？係、令到個人手可以更加幫到手到位呢？係啊，劉凱文提到嗰個到校打針嗰個計劃啦，大家覺得係咪都係推廣到去幼稚園會好啲咁樣？許教授，到校打針一定係有幫助嘅。咁大家睇到，大家都會講澳門個好成功啦。咁但係你要記住咧，澳門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加埋咧係112間學校。全部加埋得78,000學生嘅啫，咁但係香港嚟講咧，淨係幼稚園、幼兒中心已經有989間，有180,000學童，咁再包埋小學咧，香港仲有360,000喺小學讀緊，咁所以喺香港嚟講，如果你要全面推行咧，係有一個人手嘅困難。咁今年衛生署已經係去咗學校打咗300多間咧，已經睇到係有成效嘅。咁頭先都講咗嗰個小學嗰個爆發率係低咗好多。咁希望下年係可以推到去幼稚園、幼兒中心。咁嗰個爆發率希望仲可以更加降低。但係咪應該用噴鼻式嘅疫苗咧？大家最近都討論呢樣嘢。嗱，噴鼻式嗰個疫苗咧，就喺2016至到2018咧，就係美國就停用咗2年。咁主要咧就因為當時嗰個對 H1N1 嗰個保護率係唔夠高。咁跟住咧就藥廠就改咗嗰個疫苗種子，咁今季咧就用翻嘅。咁所以而家好多地方都係想睇一睇佢今季對 H1N1 嗰個保護率夠唔夠高咧？如果夠嘅話咧，這個亦都肯定係一個其中一個可能性。不過噴鼻疫苗亦都係要留意咧，就係因為佢係啲佢係減活嘅疫苗，佢一啲病毒係未死曬嘅。所以如果你本身有啲長期病患咧，就唔適合用，有哮喘就唔可以用。孕婦又不可以用，咁只係適合喺2歲至到49歲嘅人士。好多謝教授的資料。阿陳海欣覺得咧，我分兩方面睇回應翻頭先阿蘇敬恆你所講嘅停課先。我覺得咧呢一個咧每年咧都遇到呢個問題，停同唔停。我真係好想從個家長角度嚟睇咧，我都覺得有啲困擾嘅。雖然咧我小朋友啱啱由幼稚園先去小學，但係作為家長咧，成日都討論停同唔停，同埋特別咧阿教授講咗個。幾重要的重點就是咧，國際上冇一個停課的標準，但我哋香港咧就經常遇到嘅問題。好啦，我哋應付咗呢個新年，我想問一下復活節假，我哋咪有討論當其時有爆啦，我哋咪停咧？其實既然係每年都係咁，係咪一個基本嘅經濟機制，有一個特別嘅委員會，我哋要去傾流感爆發嘅時候，而唔係殺到埋嚟啦，有370多間學校有事嘅時候，你先決定係咪停？譬如好似舊年咁，其實都係咧幼稚園同小學一齊提早放農曆年假，當其時係因為有學童死亡嘅。但我覺得真係唔應該每年咁去討論，俾我哋一個可能有啲客觀啲嘅標準啦。譬如可能都係萬一有學童過身，因為有病，咁我哋係咪要即刻採取停課咧？好啦，冇啦，爆發啦，係咪以後用呢個4日就有3個小朋友感染就停課？我覺得係時候要制定一個機制。咁另一樣嘢就係疫苗接種率。頭先我一個節目開始嘅時候都講，解決咧而家我哋嗰個公營醫療醫院嗰個咁擠迫嘅情況，我哋係要由預防、分流同人手。預防其實我諗到而家好肯定啦，聽埋教授所講，
很肯定咧，疫苗是一個最好的預防方法之一嚟嘅。而我哋香港的接種率咧係低到咧，我真係覺得接受不到嘅。我哋香港接種率咧三成，澳門是84%，台灣78%，美國是68%。呢個講緊係幼稚園、小學，我哋低過60%，但其他咧都過曬70%。咁好啦，如果我哋要考慮埋醫護人手，未必可以去到到校。我自己都贊成係到校打針嘅，但係我哋都要平衡醫護人手不足。咁呢個交由當局去諗啦，佢點樣可以令到做到到校打針而人手做到？但係另一樣嘢咧，大家唔好忘記，而家咧我哋係有咧，如果我哋嗰個小朋友係6至12歲，我去私家打嘅話咧，係有210元嘅津貼。我想問一下，不如你包曬去啦。好。咁你咪可以吸？咁我唔一定係喺學校打唔到，我出去私家，你全面包埋，咁咪得咯，係咪？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下一節翻嚟交俾台下朋友發言啦。好，歡迎翻嚟再一次城市論壇。今日我哋講講咧係冬季流感肆虐嘅問題啊，交俾咧係救世軍新界西綜合服務嘅同學發言先。大家好，我係嚟自救世軍嘅學生。我認為現時公立醫院人手不足嘅主要原因係醫護人員嘅流失率高啦。咁就正如香港01嘅報導，2018年嘅公立醫院流失率係高達咗5.9%啦，係創10年新高啦。咁近年政府以增加學位同聘請外援嚟增加醫療人手，但係都未能針對到流失率高嘅問題啦。咁就算實行到上述嘅兩個方法，咁人手不足嘅問題仍然存在。咁請問在座嘅各位嘉賓有咩方法嚟挽留公立醫院嘅人手咧？係減少人手流失啊！跟住另外我哋揾到伊麗莎白中學舊生活中學嘅同學發言啊。咁其實依家嘅家長照喺停課之後，照樣有機會帶佢嘅仔女去參加唔同嘅補習班啦。咁其實佢哋照樣會增加呢個患有流感嘅風險。咁除咗政府除咗停課之外，仲可以喺咩方面去做一啲舒緩減低佢哋患上流感嘅措施？比如喺一啲社區嘅健康或者衛生方面可以做啲乜嘢？係而家好多家長都頭痛緊啦，帶小朋友去邊又不如一齊玩一下啦，咁又唔知其實係咪可以預防到流感？我交俾係大黑色帽呢位先生。喂，啲醫管局嗰啲人咧，唔知點解揾啲藝人拍片咧，即係難聽個粗口，跟住又送埋啲魚蛋燒賣，當做咗嘢。喂，其實係成件事冇改變過嘅，但係我明白嘅，瞓走廊啊，或者醫護人員不足咧。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並不是今天發生的事，但是我們是否就要當這些是常規呢？絕對不可以。我們的政府有成10000億倒落海，居然是沒有錢建醫院，沒有錢去請多些醫護人員或者培訓醫護人員，對一個國際化城市來說是否一個笑話呢？好，繼續是救世軍新界西綜合服務。我想問一下在座各位嘉賓，政府又早前撥款這個5億給醫管局作為前線人員的特別酬金和聘請兼職文員，但這5億呢又對於人手比例不足的問題有什麼幫助呢？就此我想問一下，你們認為政府應該將這5億投放在哪裡是最合適的呢？還有有什麼長遠的計劃可以解決這個人手不足的問題？好，接著交給寶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的同學。大家好，我是寶良局第一張永慶的學生。我想問，除了人手資源不足的問題，我看新聞都看到護士說不夠呼吸機，我覺得其實醫療設備都有問題，你們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去解決？除了是只是給5億去資助他們呢？唔該曬。好，繼續交給後面戴眼鏡這位先生。是那五億呢，我覺得不只是西醫都可以用的，中醫都可以用的，即是應該他們分多些。還有呢，就是那個你說個兒童的發病率那麼多呢，我覺得現在很多國際的兒童呢很多時候都是在apartment裡頭去做，陽光的機會太過少了。我覺得香港的醫管局呢應該要規定，你就算間房都要放風啦，阿Sir，係咪？咁你逼佢哋做運動係嘛？係啦，應該多啲啊！呢啲係唔使錢噶嘛。仲有一樣嘢，而家好多學校咧，佢冇個 nurse A 啊，我哋應該快啲咁多加多啲 nurse A， 即係坐護。好，唔該，交俾後面戴眼鏡呢位先生。公民黨的李家豪，大家好。就其實年年大家都看到這個流感高峰期的問題，你看到我看到，為何政府和醫管局看不到呢？年年都只是給五億，最近這兩年只是給五億下來，但五億其實上年已經花光，是花突的。好像剛才嘉賓說，他限住地花都可以花突，那是不是一個很有效的措施呢？
咁其實短期一定要去提高呢個疫苗嘅接種率啦。咁長期政府係一定要做好呢個醫療嘅規劃。我哋可以睇到政府每一年話加床，但係佢淨係拋兩個十年計劃出嚟，但係佢全部都淨係喺度重建醫院、擴建醫院，佢係冇一個新醫院嘅規劃嘅。佢嚟緊淨係見到有呢個啟德醫院，但係佢冇再多一間㗎啦。咁其實點樣可以滿足到我哋未來嘅規劃呢？好，唔該，交俾舊世軍嘅朋友。大家好啦，我嘅問題係醫管局喺二月會增加40,000劑流感疫苗啦，但根據醫護士協會嘅資料顯示，香港人嘅接種率係低於10% 嘅，係所有發展國家之中最低接種疫苗率㗎啦。而且新嘅疫苗需要兩星期先有完整嘅保護力。咁冬季疫情咧就會喺一月至三月。我想問在場嘅嘉賓，現時再購入40,000劑疫苗係有幾大嘅幫助，同埋點樣提升疫苗種植率咧？好，跟住交俾伍迪希。其實一開頭嗰個同學問嗰個問題咧，今日有個護士係答咗嘅電視訪問，佢就話咧，因為你私家醫院係冇管得咁緊要嘅，冇問責得咁緊要。而家你公立問責得咁緊要咧，我哋就流失曬個。十幾年前我同阿周哥講過，佢咁樣咁啊問責要應該嘅喎、就係、是、所以私家醫院都要問責。佢十幾年前唔問責嘅收費、唔問責服務，就俾私營醫療發展。醫管局大家知唔知啦？過去十年係增加咗一倍嘅330億到660億啊！病人數目係增加咗50%咋，根本就係個醫療通脹，全部嘉賓包括大學嗰啲，佢哋而家都搞私立。林鄭2017年就職嘅時候話：，喂，我哋有最好嘅牙科醫院，點解呢個就反映佢嘅心態？最好嘅醫療，我哋有錢人精益攞曬，你窮人安樂死，窮人必行嘅路。好，唔該，跟住交俾後面戴眼鏡嘅年輕人。啊，我好奇怪點解冇人會講人口政策？正如阿陳佩賢醫生頭先有講話，呢二十年以來，其實床位同埋醫生人手係冇加到，但香港人口加成100,000啊，根本我哋嘅醫院係冇咁多承受力去接種咁多，去接受咁多病人啊。如果因為政策係環環相扣嘅，就算你如果增加醫療人手同床位嘅速度係追唔上人口增長係冇用㗎，咁不如試下諗下其他方法去減少人口增長速度啊，甚至減少香港人口啦。好，唔該，交交俾舊世軍嘅朋友。大家好，我是來自舊世軍的同學啦。依家冬季流感疫情嚴重啦。根據網媒昔日東方顯示，香港註冊藥劑師其實有超過4,000名嘅。請問大家會否同意開放藥劑師注射疫苗，令醫護人員增加呢？好，時間有限啦，今日俾可以俾曬全部朋友發言。台上嘅嘉賓會想回應一下台下朋友頭先嘅。我好簡單講一分鐘到啦。其實大家講講好政策嘅，而我正正呢個禮拜就話俾大家聽，個政策令到我哋床位少咗，冇起新醫院，同埋冇檢討人口政策，非常同意嘅。而個人口我哋喺呢十幾年間多咗100,000，而個床位同埋醫院咧其實冇大幅增加呢個政策。希望從政策嘅人聽清楚，你哋嘅政策係會影響市民，而個影響係十幾年之後先發覺嘅。呢個第一點。咁我哋自己市民點樣睇咧？我有幾個建議嘅。大家要慎思同明辨。咁點解咧？我有三個不：一就唔好有好快有立場先行，即係你人手不足嘅，好快就話你聽人手不足，根本就冇床。你諗即係睇清楚。第一，第二個不咧就係唔好睇二手資料。你唔好淨係睇啲報道，再轉發嘅報道，你真係睇翻即係原始一啲嘅佢嘅數據或者文章。第三咧就係不恥下問，即係有問題有需要頭先噴鼻唔噴鼻咧，你可以問教授，又或者問一啲嘅真係專家，或者係去問一啲嘅相關嘅老師。咁呢個係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因為你對於個知識同埋對於個信息嘅準確度咧係會好影響嘅情況。例如頭先講。話我5億嗰個錢都使曬啦，使突咗。其實答案係唔係嘅？舊年嗰5億咧，係醫管局勒住，係使得一半更少嘅，就係咁。好，阿劉海文啦。關於翻嗰啲公帑點樣用咧，就係佢嗰撥就撥咗俾5億啦，又使唔曬啦。咁又好似俾到公眾嗰個 image， 即係嗰個印象就係唔夠錢使喎。但其實咧就事實唔係咁樣啦。第二，我會建議咧，其實嗰啲錢。其實食衞局咧每年俾嗰個醫管局嘅撥款咧有增無減嘅，基本上係。咁呢啲錢一定要用喺增加前線嘅人手，唔係增加行政同埋高層，同埋咧要暫停一啲冇對於臨床經驗冇乜實際效用嘅，例如醫院認證計劃，因為嘥咗好多錢勞民傷財。除此之外，我覺得咧點樣增加翻嗰個或者減少翻個離職率咧，其實有一個好實質嘅現象就係、是。有一啲聯網咧特別少新畢業嘅同事走嘅，咁係邊個聯網呢？九龍東聯網。咁點解佢哋有咧？其實所有嘅龍頭醫院咧，
都係好難做、好惡做嘅，工作環境亦都非常惡劣。點解可以喺龍頭醫院特別少人走咧？就是、因為有一啲行政措施做咗嘅，就係、是、嗰個五天工作嗰個計劃，即、就、係、是、你每個月多咗假咧，同事咪多啲時間休息咯，係啊，咁多啲時間休息咪可以翻嚟 SHS 即係特別酬金計劃幫你賣命啦。好，係啦，時間好有限啊，劉海文，唔好意思，我哋睇下以後再有機會再探討，交俾陳海欣回應一下台下嘅朋友。我諗最重要咧，而家咧政府和醫管局已經見過醫生和護士的代表，盡快講一個即時解決方案。第二就是要制定一個在流感爆發的時候，無論是停課也好，疫苗注射也好，應該要作一個決定，特別在預防那裡，怎樣可以做到那個接種率提高，不要令到本身已經爆緊的醫院，因為剛才教授我們所有醫護人員都有說過，不是在這個時間爆緊的，是流感再加劇爆，所以就是怎樣可以令到多些人接種這個疫苗，這個要即時去想一個方法，不要再談完又不決定了。即如果他真的是想到到幼稚園去到校注射疫苗的話，請他在人手上計劃，還有是否留一個撥款，是專項的撥款去對付醫療和流感的爆發的情況。好，許教授問一下，接下來那個流感未到頂，接下來的走勢會怎樣，你估計要看一看衛生署的陽性比例下一個星期會是怎樣，如果它到了頂就是好現象，如果還在上升就要大家小心。剛才也有同學問提早放假，但學校還有這些課外活動，這個就不應該提早放假，就因為想截斷嗰個傳播鏈，咁學校就唔應該搞啲群體活動。如果真係必要參加去人多地方，你都要戴翻個外科口罩，同埋多啲洗手。咁同埋疫苗咧，始終都係最有效。咁前日香港大學嘅同事亦都係分析咗2000多位入咗院嘅兒童個案。咁佢哋睇到咧，注射咗呢個啱呢一季嘅流感疫苗咧，係減低咗入院嘅機會係90%。好，所以如果未打針的細路仔或者高危組別，應該要盡早打埋針。好，唔該曬幾位嘉賓啊，留意住疫情最新發展啊，就嚟過年啦，咁啊，大家做足預防措施，下星期再見，拜拜。